轻，谢谢各位。中国的传统一个表演形式。那么大家看到现在在采经，采经仪式呢更能给我们带来好运。好，舞台上的可以来抓紧时间摸下狮子头啊，做生意的就发财了。啊，舞台上的都沾到了喜气，是不是？大家晚上好，阳春布雨，德泽万物生光辉，在这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好时节，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即中美建交40周年，以及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77周年，即新春联欢晚会。首先感谢各位嘉宾朋友们的大驾光临。有没有发现美国福建同乡会多牛啊？成立77年，比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还多七年，多七年，对不对？然后呢，42年成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秘密的筹款和筹集药品，运到八路军的前线。4-5年以后呢，他们又筹款筹集药品，运到解放军的前线。也就是说，从1942年到目前为止，美国福建同乡会一直是红旗不倒，是不是各位？来，掌声一下好不好？哎呀，其实我主持美国福建同乡会的活动，2002年开始，17年了。是的，当年2002年的时候是陈廷权主席，然后呢，那会儿他叫美东福建同乡会，2002年以后才更名为美国福建同乡会。77年的历史不容易，各位为我们自己的社团来鼓鼓掌好不好？从那一刻开始，美国福建人的力量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侨团越来越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聚会是非常难得的。那接下来呢，首先第一个仪式就是今天的唱中美国歌，请全体起立，有请我们的歌唱家王孝安登台。
隆重举办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70周年暨新春联欢晚会，4月15日参加纽约华埠地球日活动，保护地球。5月7号接待由于国内拆迁问题前来求助的福建乡亲，并为之与国内有关部门沟通，力求能为乡亲们排忧解难。5月8日捐助华埠健康诊所基金会，为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服务民众。5月10号看望捐款华策会仁瑞中心敬老爱老。5月15日为新移民举办关于移民政策法律讲座，邀请了李宝利、何明礼两个律师事务所的吴胜阳与冉燕飞律师主讲。5月9号、6月13号、12月12号等多次参加警察第七分局的警民会议，为社区良好治安奉献力量。6月22号参加纪念陈香梅女士诞辰活动。7月4号隆重庆祝美国建国242周年。7月13号为李昌勇律师竞选纽约下城民事法官召开会议，呼吁福建乡亲出来积极投票，支持华人参政议政。7月24日欢迎福建省人民政府台办主任钟志高一行访美，全力支持祖国统一大业。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元老、各位侨领、亲爱的父老乡亲，大家晚上好。春江明水皆是缘，大洋彼岸喜相逢，守望相助山水情，不忘初心家国梦，春回大地万物争艳。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我们再次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到纽约法拉盛君豪大酒楼，共同庆祝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77周年。朋友们，今年是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大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在这五节同辉、普天同庆的日子里，首先请让我代表美国福建同乡会暨全体同仁，向出席今晚宴会的嘉宾们、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美国福建同乡会是全体旅美福建人的同乡会，让我们团结起来，不要辜负前辈们对我们的殷切期盼，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团结一致，携手共进，为美国福建同乡会这棵参天大树更加茂盛复杂。
会真正入世。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好。尊敬的郑主席、各位侨领、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跟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的朋友一起过个也可以算过个新年。今天也在借这个机会感谢郑主席还有会员们为我们社区服务，每次都鼓励华人参政。我常常去其他州，常常认识到很多我们的福建的好朋友，去美国去哪里都有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福建兄弟姐妹，所以今天也再借这个机会谢谢大家。今年也是我们华人对美国历史特别有意义的一年，今年是美华人建这个铁路在美国150周年。谢谢主持人啊，尊敬的郑主席还有所有的侨领，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今天晚上好。福建同乡会居住人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果然咱人间没有什么团体去新青年那么远了，所以我也代表我们西位感谢美国福建同乡会77年来为福建同胞的服务他们做了很多好事情法律服务鼓励侨胞参选投票还有帮助老人家帮助小孩子有请 Eric 亚当斯先生，有请您。 Thank you so much, sorry for the delay.And we want to really give our proclamation to the leaders of the organizations and just show our appreciation. 我很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千人宴，来支持郑主席、郑世奇主席。